给我。我不那个微博很多。好，重很重，哇哇，真的很重哎，很重。对啊，里面那么多，这是真的哎，东西很多。这是安雅，对那个牌子嘛，对。觉得好可爱，可这个也好重哦。这个不错，这是干嘛的？这就是安雅它的吊饰，羽毛球的吗？对啊，羽毛球，羽毛球拍的。要恭喜戴姿颖。OK OK， 好，又要来人家的店里面，那个要懂规矩哈。因为这个就是他们的，好会，是真的哈，是真的，因为里面真的有放。我就是平常就是用这个、啊欸、果然是哦，果然是，你会发现会喜欢，比如像这个牌子，就会喜欢这种，对，就会喜欢哦。而且这个呢，是我请朋友在英国买的，在英国买，我朋友现在在英国，我跟你讲，在台湾买是差不多的，是哦，是你来报、啊欸，因为那个时候英镑掉大跌，大跌，然后就那个时候买，是因为是英国品牌，没关系，你现在来台湾你就报，中华老师的名字。啊，如果没有折扣，你就报 Roger 老师的名字。喂，好的，所以就可以用，粉丝们要记住喽。对，好，我们来看看里面什么东西。你有一堆什么啊？你在办文书啊？哎，拍谁啦？这让他们经历工。这写像密码，这写密码呀、啊。这是什么啊？这应该是那个看起来就是银行的那个密码的部分。啊，对，要开户。给开户，然后钥匙书，好多、哦。哎，这是什么啊？这是折价券。哦，折价券。对，折价券。哎、欸，它里面真的是，你是有文书癖是不是？没有、哦。它里面有一些小照片，跟人家合照，看看里面有谁。好。有没有阿达？哎、欸，这不是吗 ？Sorry, that's my mom and dad。哦，他把那个妈妈爸爸的照片啊、哦、放进来，对，放进来合在一起。好，那这边小，你为什么有那么多张捷运卡？为什么那么多张啊？我也不知道啊，总是之前主持。但是通常用一张啊，怎么会那么多张？是你还有负担哪一些人的？比如说看到捷运卡，看到有没有人，就借他们用这样子。对啊，我怎么会有三个？啊，那个是哦，就是说，这很可爱耶，袋鼠的饼干。你看到袋鼠饼干，好可爱哦。这是谁给我丢进来的？这是什么口味啊？这个是澳洲的饼干，我可以吃吗？可以啊，是澳洲饼干吧？好吃哎，咸咸的，台湾买不到。嗯，台湾买不到。所以特别买不到吗？对，忘了为什么。它有点像泡面的味道。啊，那个是那个啦，酸奶油。哦，但是吃起来像泡面，不觉得吗？一点点。还有一点点。这个还不错。好，再来。这我在韩国买的。我告诉你，我们这里也有，对不对？我们有可爱的小东西，快！好，下次记得就是我们可以贵州哎，你看这是一个拿这个粉刷，一个是这个睫毛夹。这个，这好可爱哦！我们马上有，为什么要拿这个告诉你呢？我可以直接就是因为我们的第二大奖，对不对？我们的第二大奖就送这个，有没有很厉害？我已经告诉你了，我会慢慢的公开我们今天这个节目的东西。然后你这只能这样，你只能装这个，对不对？对啊，装这个，里面一些小物整齐啊，整齐的，里面还可以变成 what？ 太高级了，对，我会送给大家。哎，那谁有我的私人账号可以留言一下？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看到送给大家？所以你现在赶快拼命分享。哎，不行啦，你们送的太高级了。对，我们今天看，我们今天呢看我们的节目，对，你看，好可爱哦，对，很可爱啊，就是一个购物袋，有没有？啊，对，就变成你，对，就是你有平常出去的时候，哎，八点现在怎么样？在广播，他说祝您购物愉快。啊、有，买的好爽哦！祝您抽奖愉快。对，第二大奖就送给你。不是，这没有，您这送太好。先来看这个东西，送太好，因为你来，所以露露知道你来就送露露的东西。小镜子，小镜子。对，他的确，他真的是从就是你算是从头到尾都很符合你的专辑的名称，从那个梅小鸭。丑小鸭这首歌是霸凌的一首儿歌。啊，真的吗？嗯。你有被霸凌过吗？我以前国中的时候没有被霸凌，真的你不会吧？多过分啊！你知道我们班同学多坏，他们就是一直笑我，他们就是国中的时候啊，腿粗，没有，他们笑我胸部小。从小为什么小时候就会讲国中啊？国中其实已经发育了。然后啊，你国中的时候有跌倒是不是？就往前。对，没有胸。谁会跌倒然后把胸部压扁？没有，然后他们都笑我，哦、然后他们笑我什么，你知道吗？过分，他们笑我小芝麻。小芝麻。对。然后呢？小芝麻
是他有看到你的点吗？没有看到，他们就觉得他们就是这样形容我。哦、然后你知道多过分吗？因为全班都在那边笑我，然后我后来我受不了了，我就是在班上哭，因为全班联合起来笑我。然后老师就看到我很可怜，老师在班会的时候就说：“你们不能这样子嘲笑人家子音啊！现在有嘲笑过露露的，通通给我到办公室集合。”然后就啪，全班起来。他不是全班起来，是全校，连校长都去笑过。然后连我们班跟我最好的好妈吉女生就说：“对不起，我好像也笑过你。”然后下一堂是体育课。只有我一个人去上体育课，老师我说子音同学嘞，因为他们就是笑我，现在被骂在老师办公室，他们现在应该很后悔。如果同学会，你就是那个风光的回去，对啊，他们就会知道，哎、欸，这那么好大，好好哦、这好看，真好看，对不对？对，最近新买的，歪手的眼镜、嗯、来戴给我们看看。戴这种就会觉得脸很小，而且哎、欸、真的，告诉大家，我是马岛明星，不至于啦。就我戴一下，男生应该也可以啊。对啊，我是眼镜脸了，是。哎、欸，你戴比较好看哎、欸啊。当然。好看多了。因为我下巴比较完整。嗯。对你下巴有比较弯一点。而且，哎、欸，你有发现吗？我的鼻子啊。怎么样？没有打。没有。是真的。不只是没有打，我的鼻子没有骨头哦。啊、你看哦，我要特技表演哦。你看，我可以这样。哎、呦。还可以这样，还可以这样。好怪哦。很厉害，对不对？还是你那时候去美容的时候没有装鼻骨？我从小就没有鼻骨。但是鼻子也算挺啊，我鼻子的挺是肉堆起来的，这边都是肉啊，特别哦，很厉害哦，这完全不用电脑，其实觉得这是一个，好，这是他的眼镜，好，哎，里面真的很多耶，你看，里面真的很多，我先挑一些觉得有趣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哦，我在练习写字，所以我只要通告无聊的时候，我都会写字。哦，可是我在练这个是，可是为什么要练这种字呢？这不是美术字吗？对，美术字，你练美术字干嘛？就是觉得好玩，喜欢。真的，通常我跟你讲，通常会做这些。你有没有看那个纸牌屋？就是呢，那个郑志荣压力很大的时候呢，他都会比如说玩电动，或者是玩那个什么迷彩的那个涂迷彩涂鸦、啊、小人物，一直写重复的字很舒压。你是压对，你是压力真的很大。我其实不会，因为我很喜欢写 POP 啊，然后或者是写这种。你以前学美工的。我小啦，很久以前的。是我自己喜欢。现在真的不用写，因为现在电脑输出都有。哦，可是我就喜欢写这种。好，然后还有这个，这什么？这个也是我除了写那之后，还有写那个。哇，这他写的耶！我写的。正耶！我觉得这个写这个真的很舒服。哎，我们很多看板都很需要你写，这样可以帮我们写吗？哎，这练习真的很丑。我有写，嗯，还有写那种小的那个，就是写这个是钢笔。哇。哎，它字蛮漂亮的耶，还有写那种小书法的。哦，这真的，哎，这真的，哎，真的是有练的。就是我喜欢写这些，因为而且你一定要啊，心很静的时候字才会正，不然我很浮躁，很浮躁，脑子哦丑到不行。所以我都觉得你真的有双重人格，有三种人格，那这是什么东西 ？Rapunzel 我的镜子。哦、子 Rapunzel lay down your hair、啊。这我就看不懂了。这个白长发魔法奇缘，你会一直想要当白雪公主吗？我因为我自己就是觉得我是骨子里是一个公主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下一题。小咪咪，这个是你的那个工作，哎，他都有做一个小贴哦。对，笔记，然后这些就是一些，哎，他真的好认真哎，难怪真的可以得奖。去教会要做功课。哦，这是见面哦，这个是主持苏志燮的。哦，都全部他真的有认真做，他真的是认真做，果然是那个娇娇的好徒弟。那时候娇娇临危受命叫你主持，你有很担心吗？我有啊，我吓死了。真的吗？我接到电话的时候，我快吓死了。对对，这是他打给你的卡片吗？不是，不是，我自己买的。不是就不用看。好，我们再来看这个。啊，那是药袋。阿达有没有送你什么礼物？防瘟疫吧，因为他出外景很常买各种的防瘟疫。好，这全部都是药袋一堆。你有需要那么多东西吗？真的，哎，他真的比一般，你知道。很多大牌明星都很东西很少，我很齐全哎。对啊，有为什么要那么多？有时候可以支援别人啊。Hello， 美少女战士，不得了了，这个是腮红，这个是粉饼。有必要吗？有必要吗？粉饼。对。我要代替月亮来惩罚你，变身裸体。我跟你讲，我们这一段会保存永远，我希望将来子子孙孙都可以看到这一段，会后悔，就会后悔。这很漂亮哎。啊，哎，这个是。老师，
这个很强。怎样？这是充电器，你看这是不是有亮灯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呢，我充电之后啊，是会发亮。你跟刚才化妆品是一组的吗？就是因为它一样是变声器，可是有做很多不同的功能。那这是腮红，这是粉饼，这是充电器。也有出充电器。嗯，可是是不同地方买的。这个对。哦。这我就没有办法理解这个东西。哎，这个伞是我在瑞士买的。哦。你看，很酷哈、哦。酷什么意思？就是它是上面都是瑞士的东西啊。就很多屈臣氏的圣伯纳犬，很多屈臣氏的那个图案啊。哎、欸，这是瑞士的国旗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还有牛，然后牛羚。哦。圣伯纳犬。OK。很可爱耶。哦，好，不错。显然没什么兴趣。这是什么？蓝风铃。蓝风铃是什么东西啊？蓝风铃的口味。哦，这是喷哪里的、啊？那个是口腔的。没有了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这是香水。小猫害死我。好香。你居然相信？我差点要又喷了，我告诉你，因为今天讲一整天的话，很担心，很担心口气不好。你给点信心。好多笔，你是一个文具店吗？你有文具控吗？这两支是那个写 POP 的那种瓶的，嗯、然后呢，这个是钢笔。但你也没每次通告，你也没必要带那么多写啊。这是毛笔。你有强迫症吗？对啊，我就是喜欢写这些有的没的，然后身为每个 model 明星要带这个。麦克笔随时帮你。那我你这些东西都是你拿还是你助理帮你拿？我自己拿、啊。哦，那就算好了，就原谅你，因为真的平常每天通告那么忙，我真的不相信你怎么会有空档，除非你在坐高铁就会有。这个也是钢笔。对，哦，这也是哎，它全部都是笔哎，但你这都是、哦、那么大只的 POP， 你是有那么多招牌要写，是不是？有那么多招牌吗？有那么多招牌要写。啊、这是什么？哦，这是我的近视眼镜啦，然后眼镜，然后可以戴那个。就是墨镜，你几度啊？500，五百度，嗯，还好。有戴，现在戴隐形眼镜。对，好，这是他的东西。我们今天看到 Ludo 的东西，对，我来帮你收。对，好，哪一个？是他们的，这样不小心偷了一个，趁乱偷了一个，反正无所谓，顺手牵羊。现在这边我们最大，我们就可以拿进去，这里面也可以装很多东西啊。然后顺手偷了一个，然后其实在这个这个就全拿、啊，对啊，对。我们来看看我们送他什么礼物好不好？